怎么都我们一卖的收东西都知道呀，是不是？阿姨又说的。哦、你们这些呢？他是出了名的吗？我们这儿冷干的很。啊、哦，没有。他对出了名的。哦，冷干的很。现在只有一单了哈，该结束刷野吗？说起那的日子是苦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他怎么个苦法呀？你给我说一下。咋苦啊？怎么苦啊？啊、他又离婚了，然后他爸爸又给他找了个小妈的嘛。我们这儿四里八乡的都晓得，但是他能干得很。他能干的。嗯。这个哥哥，这个帅哥，他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吗？啊。嗯。我们是邻居的嘛，没隔好远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卖东西啊？哦，我们这儿早就晓得了。那天我都说整理屋头去呢。那天都说你都在卖东西的嘛。是不是呀？哦，我们这天嘛，这些好得很的嘛。啊、哦，我们他们都说的是现在你这啥子手机搞卖的，我也搞不懂。来，我们在微信直播啊，微信直播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在直播，微信直播微信号上面搜索阿强农村行。来，最后两单，刚刚又退了一个，刚刚最后两单，我数三个数字下了，三二一，没有了。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了哈。五天嘛，各位结束刷野们，你们放心哈，你们放心的，不要害怕，放心的。这是阿曲墨手上的，如果你们现在是在微信视频号上买的，都是阿曲墨的哈，是在阿强农村行这个账号上面买的，都是阿曲墨的，真正是的，阿曲墨给你们把关和批制了的，你们放心的去拍。其他如果说是其他平台的那些，千万不要去，那些是骗你们的，知道吗？你还是买干喽？哦哦，那今天你拿的啥子贵了吗？这块红参，红参哦，什么雪参吗？红参，我们这喊的红参，是不是雪参啊？雪地的长的，你我倒穿的，给我看哈嘛。这个帅哥，你多大年纪啊，帅哥？我30几了，我比他大几岁。比他大？哦，这个帅哥，真的，他们都是怎么？他们你在邻居的心目中都是。那能干得很，很能吃苦嘞，吃苦得很，很能吃苦。那在那屋头也受气，他在家里面很受气的，哦、受气得很。他怎么受气啊？哎呀，我们都晓得，哎呀，啥子都拿那个小马歪得很。我们平时那小马瞄到我们眼睛都懒我们的，一眼眼的懒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刚才说两句话了，都说我们。阿强哥在这里啊，阿强在这里。这个是阿强哥，这个是真正的阿强哥啊，该解释啥也没。阿强哥在这里，阿强在这里。对，微信视频号里面哈，阿强农村行这个账号里面哈。我们在微信视频号直播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我们在微信视频号在直播啊，朋友们，啊。大家有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的吗？有没有认识这个是什么的？认识的公屏上面打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认识的。我觉得没有多少人认识。这个怎么不？这个外头的人不晓得哦。他们说你这个是手机给卖给外头的人的嘛？啊。有没有认识的？有认识的打一波，打一波出来。这个强哥是你的贵人。强哥是我的贵人。来帮了你弄到小麦，不，我都已经买了好多东西吃了。啊，这个小兄弟真的，这个兄弟。那个小麦不，我们经常去买烟啊、买酒啊这些。哦，他照顾哦，照顾生意的嘛。那真的还是挺好的。对，雪参，你们知不知道雪参还有其他的名字？他叫雪人参，也叫玉人参。各位结束出来吗？而且还是很有很多人知道的。这个红参的嘛，我们这儿喊的是，帮我收了嘛，还是？你问阿强哥嘛？哦，这个阿强哥，哥帮我收了一下。帮不帮他收了呀？哥结束帅吗？我这个全是晒得干的，你黑了的很。大家说收还是不收？我拿来蒸了才拿来晒的。大家说收不收？蒸了拿来晒的是吧？干得很。这你蒸了过后才晒的是吧？哦，不蒸不得行的嘛，不蒸晒不好。大家说收不收？收不收？因为他平时都在阿曲墨的小店，就是阿曲墨的那个小卖部里面，经常帮助阿曲墨，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人，一个哥哥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是不是啊？对。听说你这回走外省去耍了呀？我们没有做外甥哎，收是吧？因为像你相亲的，他是不是平时也很照顾你啊？对啊，都照顾你的。我们小的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来，想要这样子的这个雪参是不是？对，雪参，雪人参，玉人参。想要的扣个幺字，想要的扣个幺，朋友们，想要的扣个幺，咱们我给你们炸一波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炸一波，好不好？
想要的扣个要，全屏扣起来要，要要要要要要，全屏扣个要。帮我收了嘛，你再说一下，你撑过没有？你撑过没有？哦，撑过，撑过了。六斤半。六斤半，六斤半，六斤半。那既然这个哥哥，你放心喂，我们一对一斤的。我一看他都挺实在的。对。那就六斤半是吧？多少钱一斤？你跟他说一下，你跟他谈。这块好吧，咱们帮这块应该卖得到200哦。哦，没卖200，好不好？这卖不到200了。啊。拉上街机都还蛮隆重的嘛。那天我们都收了嘞，那天都。说个实话。说个实话，这个在外面。在外头贵得很，在外面是贵，在你们这里阿全部给我说了，在你们这里卖不出去，在你们这里没有那么贵。在你们上次出去的时候应该拿到上海去卖了。上海一个包子20块钱。上海一个包子20块钱，我拿到上海去卖，我也不会说的涨20倍的价格，我是想说拿便宜的价格去带给你。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之前是收多少钱一斤的？有没有知道之前收多少块钱一斤的？我们前面收的都是这个价格，嗯啊，140。啊。哦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前面说的是多少？还是要卖给你，还是要卖给你？你这样子整了以后我们这里这些货都不愁卖了。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我们前面说的是多少吗？有是吧？阿全哥给我擦的。有人知道吗？好，全部都知道。那你跟他讲一下。那直接这个价格收了。140。可以，有喂，我俩从小长到大的，我。140一斤是吧？那你给。你帮我卖给外头去。那这样子吧，啊，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是藏雪参，也叫它是要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地方才有，它是喝雪山雪水长大的，真正的，知道不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啊？然后呢，也叫雪人参，也叫玉人参，这个你们可以拿回去煮水喝，煮水喝，煎水喝，知道不？煮15克到20克左右去喝，或者说炖鸡吃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怕它难吃，它就跟那种胡萝卜一样，有带一点点回甜的感觉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的哈。你们不要怕它说苦呀，怎么样子？啥子味道都不得了，炖鸡吃好吃不？对，炖鸡吃，煮水喝，泡酒喝都可以的。来，想要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把要字飘在空笔上。来，全屏扣个要，就这么一点点，6斤多。要的打个要，拼手速拼网速去抢。今天阿全猫这样子吧，这个哥哥平时也那么照顾你的生意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就我们半斤半斤的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？只有这么一点点。你们今天看到阿全猫手上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们收到货就是什么样子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半斤半斤给大家上，140一斤收的，对不对？半斤半斤的给大家上，加包装费、快递费，然后加个7-8块钱，对不对？对。78半斤，好不好？给大家上。好。来，数5个数，大家拼手速拼网速去抢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大家自己去抢啊，自己去抢。来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藏雪参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哈，你们需要的自己凭手速去拍，你们可以截个图，所见即所得哈，哥姐姐们可以泡酒，你们截个图，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们收到货就是什么样子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哈，然后有多少上多少，这是这个哥哥家的。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们收了多少就给你们上多少。赶紧的拼手速拼网速去抢，相信阿曲墨，相信阿强的，直接去拍，不会错，好不好？对 对, 对。你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吃，好不好？怎么用量，好不好？他们的说实在的，在外面挺贵的，在外面真的很贵。嗯。然后在你们这里，你跟我说你们这里挺便宜的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么好的货。分享给他们，对，让他们自己去拍，自己去抢，好吧？你给他们讲一下怎么吃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来，拍了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回来打个乙拍，然后阿曲墨这边教你们怎么吃哈。这个你们拿回家炖鸡吃，知道不？炖鸡的话呢，哎，我们这样子拿一半样子这样子去炖鸡吃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，炖出来的鸡肉又好喝，而且你们都知道，鸡肉它鸡汤本来喝鸡汤都是非常好的。对不对？加了这个你们不用担心说它难吃呀，不好吃呀，它炖出来的鸡汤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喝的，而且它是像那个胡萝卜一样，有一点点回甜的感觉的，知道不？你们放心的去带哈。然后我们也可以拿来煮水喝，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教你们去泡水喝，说句实话，泡水妹妹这边不建议你们泡水，妹妹这边推荐你们去煮水喝，煮个15到20克左右，把它煮开了，它里面的它的那些。它的价值才能给它煮出来呀，对不对哈？所以我们妹妹这边更建议你们去煮水喝，知道不？哥姐叔叔阿姨们啊，然后我们喜欢喝酒的拿来泡酒，藏雪参、玉人参拿来泡酒是刚刚非常的好的哈。
泡的话煮的话要煮20分钟左右，我们一定要把它里面的那些东西给它泡出来呀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可以截图啊，所见即所得，您看到是什么样子的到你们手上就是什么样子的，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哈，不太介意小孩子去吃，其实妹妹这边不太介意小孩子，就是太小的孩子去吃。哦，小孩不吃了，我们这儿来数五个数，最后三单，5、4、3。我们带回去了过后不要给小朋友吃啊，小小的朋友我们是不介意给他吃的，知道不各位姐叔叔阿姨们，哥哥们吃，姐姐们吃，叔叔们吃，阿姨们吃，是非常非常好的，我相信你们会，你们这么支持我，那阿琼宝也是凭着良心给你们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任何东西它都是相互的嘛，所以你们支持我，阿琼宝也支持你们，给你们用实惠的价格让你们买到，就是不让你们买到假货，就直接这样子的，让你们买到真货，让你们买到买不买吃亏不买上当，只给你们真的品质，好的品质啊！各位姐叔叔阿姨们，一斤它可以泡15斤左右的酒了，知道不？当地的鸡啊，我们这边鸡都是放养的，但是寄不了呀，寄到你们那里它就是不是那怎么那啥鸡了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现在只有两单了哈，现在只有两单了，拍得到的就有，拍了，打个拍了，来，最后两单，3、2、1。没有了，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了哈。又有人拿你在视频在转播了，是不是？来，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阿曲墨、阿强现在在阿强农村行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在直播哈。我们现在没有在任何其他平台上面直播，没有在其他任何账号上面直播，只认准阿强农村行这个账号，知道不？视频号里面我们没有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播，我们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我们在微信直播，微信直播。在微信直播，对，其他如果在其他地方在直播的话，那是别人在，都是骗你们的，都是在转播我们的视频，录播我们的视频，然后卖你们劣质的产品，就是以我们的名义去给你们不好的东西，知道不？在我们直播间买的，我们都是给你们真正的，只给你们好的品质，好的这种，知道不？哥姐叔叔阿姨们哈，拍了的打个一拍哈，放心的去拍。没有没有没有百合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在那里，没有哈，我们只在微信视频上哈，各位姐叔叔阿姨们，微信视频上号上直播啊，微信微信微信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，微信直播，雪人参玉人参，来，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，等一下我掐一个给他们看一下它里面的品质，各位姐，干了的，干得很，脆得很，这样子的啊，放心的去拍啊，放心的去拍，对，是阿曲墨小店啊，阿曲墨小店啊，我这还有这块啥子哦，这个三黄，哟不，你咋会有这个三黄呢？哎，那个时候你宝宝年轻的时候，我买一路去找的，78磅，你以前都去找了呀你啊？以前大家拍到拍到了就恭喜大家啊，真的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个你爬不来树枝了吗？我喊你们等我，起码你们也会有。这个你们女儿爬树枝不行。还有什么？这个三黄你应该认不到，你们外地的认不到。他们在倒播了是不是啊？其他平台上面的，你们看到其他平台上面的都可以举报一下。我们现在微信视频号里面哈，其他在播的都是假的啊，哥姐叔叔阿姨们都是骗子。来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的？这块是阿群吗？这个好的很，这个东西。你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认识的，我敢说他们没人认识的，我才看过两次。你才看过两次是不是？泡酒可以的哈。来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有没有人认识啊？群墨手上的这个东西的，有没有认识的？这个这样子的，我先近距离的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的，黄黄的，这个对我们人，这个对什么样子的人非常非常的好。我这样子跟你们说哈，平常加班的、应酬多的、晚上经常熬夜的，有没有？你们有的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。哇，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呀？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呀？对的，三黄是的，也称之为森林黄金，知道不？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难得了，知道不？是你们对不对？你们晚上经常熬夜加班的人，晚上经常出去应酬的人，是一定要吃的，知道不？这个你们拿来煮水喝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知道三黄它有什么作用的哥姐叔叔们，可以在屏幕上面帮妹妹扣出来一下吗？辛苦大家一下，谢谢你们。来，今天想要这样子的好三黄的，直接的扣个要字，想要的扣个要，这样子的小哥哥家的阿曲墨手上的这个样子三黄，特别的漂亮。与你约阿曲墨，与你约阿墨，这个账号是骗子啊，这个账号不是我哈，我在微信视频号里面哈。来，知道它有什么用的，在公屏上面扣一下。然后想要这么纯正的这样子的三黄的哥姐叔叔们，在公屏上面扣一下字，它不是你们在外面看到的很黄的这么大的
它是小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山上的货，山上的货它就是这样子的，它可能长得有点丑丑的，但是它真呀，它好呀，对不对？来，想要这样子的三环的，把小一飘起来，把一飘在公屏上，把一飘起来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是的，要是不是啊？来，打了要想要的各级叔叔阿姨们，打要打了要字的各级叔叔阿姨们，阿曲墨给你们问一下，这个哥哥他来这个来阿曲墨、嗯，有很多人录我们的屏，又有骗子啊？有很多人录我们的屏的，来这个就是骗子啊，这个就是骗子，什么与你相约？我们在微信视频号，微信视频号在直播啊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、仿冒的，大家在其他的地方就直接举报。啊，他已经下线了，对吧？我们大家维护一下我们自己家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微信视频号直播的啊，微信视频号啊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来，有多少人想要这种正宗的、真真正正的三环的？这个吃了好，这个吃了好。来，想要的三环的，这样子的三环的，把一飘在公屏上，把小一飘在公屏上，把小一。对，有很多录我们的屏。对，脸上小哥涂上三黄树上三树的，这个多少钱一斤？小哥哥，这个啊，210。如果没有少了吗？这个没得少，这个像我们这儿有些去医院头看了病，说啥子只有几个月了，最后回来我们这儿老辈子去整给他吃，还多活几年。没有少了吗？是哦。哎，你原来我们这儿有一块的嘛，那个老辈子，那不是啊？我是晓得吗？能不能少一点？我是说假。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之前在阿曲墨家收的那个奶奶的是多少？这个没得少的，是不是200？之前我们在阿曲墨家那给那个奶奶收的，是不是200？是还是不是？是不是200？全屏打个200。这个200没得少的了。最近丑是不是？那你一定要给他买。来，我就问一下朋友们，小哥哥说他这个他。要200，是我们之前在奶奶家的给我阿曲墨收，是不是收了200？对不对，小哥哥？你看一下，全部收了200。哟，这块不一样，这块少得很了，现在。全屏扣200，给小哥哥看一下。200，我们也不加一分钱，也不减一分钱，是不是？我们收多少就是多少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来，知道我们之前给奶奶家收的是多少的，全屏打个200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全屏打的是200，对不对？小哥哥，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200？这个240啊，240，这个好东西不能少了，是不是？不能少，这个现在是越来越少了。我们这个去年子我们三个人才找这点点。三个。哦，这个怕数字的嘛？那这样子吧，那是老三环。那这样子，阿曲墨，他是不是一直帮助着你，在你那里，就是在你小店，就是便利店那里买了很多东西，是不是？对。对不对？对。他平时也给你挺照顾你的，然后有些我们家的活我干不了的重活那些，他都帮我。他都帮你是吧？对，他们都会邻居都会帮我。他邻都要帮他的，因为他来手气的很。那今天自从小马嫁过来过后，那说实在，来想要这样的三环的，全屏扣个要字，我自己补贴好不好？我自己补贴，不太多了，钱哥。对，你们想要这样子的三环的，小哥哥说要200，是我们之前给奶奶家收的是200，想要这样子的三环的，直接扣一个要字，我自己补贴好不好？我自己补贴，因为说实在的，我喜欢就是说别人怎么帮助你的。今天他这个东西确实是好，那我也要帮助他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补贴，但是我会限量，我会限单，好吧？我会限单。来，有多少人想要的？我看一下，统计一下，有多少个人想要？现在30多个想要的，把鸭子扣在公屏上。30多个。哇，这里要这样子，你补贴的太多了。这样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看有多少个人打了鸭子的，我就这样子我就补贴个20份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大家都拼手速拼网速去抢，好不好？20份，一份补贴40块钱。一份补贴，一斤补贴40，对不对？一斤我补贴40块。要的把要字打在公屏上啊！我看一下到底有多少。一斤我补贴40块，对不对？小哥哥说200是一斤。你这里帅哥，你称过没有？这个我称过的，称过，我都是称了过来的。好，他称了过来的，待会你就按200是一斤给他收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补贴，今天这么多人想要，自己拼手速拼网速啊！之前我们在奶奶家收的是200块钱一斤，然后我今天也是按那个价格半斤半斤的给大家上。这个小哥哥要240，一半斤就是100，然后加快递费、包装费109给大家上一单，相当于一单我就补贴了，一单我补贴了20块钱，一单补贴了20，一斤补贴40。来，
我数五个数，自己去抢啊！我只补贴二十单，自己拼手速拼网速，然后数五个数，五四三二一，好，你们自己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啊！只有二十分，啊！来，哥结束刷一。我自己补贴的啊，因为小哥哥一直照顾阿全嘛，所以说我给大家补贴。阿强哥为了我，阿强哥为了我又补贴了，又亏钱了。来，哥结束刷一门，这个三黄真的，三黄煮水特别的好的，阿全们只能这样子跟你们讲哈，只有二十单，你们自己带得到就有，带不到就没有哈，你们可以截个图的。哈，真真正正的这样子的大山里面的三黄，我们称之为森林黄金。你们家里面平时哎，对不对？你们的老公呀，或者你们的爸爸妈妈呀，是不是？晚上你们反正就是那种，就是经常熬夜的，知道不？然后呢，加班应酬多的，知道不？外面去应酬呀，要多喝一杯，多喝两杯的，哥姐叔叔们，你们自己去带哈。这个拿来煮水，我们大概就这样子，两根手指头这么大一块大小，知道不？这样子去煮水，煮个二十分钟，用开水给它煮个二十分钟，那个水煮成黄色了，知道不？煮成黄色的了，我跟你们讲，它里面的价值就已经给它煮出来了，来去喝非常的好。朋友们，阿全宝不苦的，阿全宝已经大家讲了怎么用、怎么吃的啊，来拍了的回来打个拍了。今天这个三环啊，自己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啊，就二十份，好不好？抢到了就有，抢到了就没有。我也不敢补贴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小哥哥一直也帮助阿群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别人怎么尊重我们，我们怎么尊重他。确实这个三环很好，他确实这个三环很好，他要240，没办法，我也想帮助他，所以说240给他收的，然后给大家是109，我自己补贴的。谢谢你，小哥，又让你亏了。来，全屏打个字支持。支持的全屏打字支持啊，哥姐叔叔们，你们自己去带哈，带得到就有，带不到就没有，只有二十单，只有这样子的，你们拍得到就有哈，你们放放心心的截图，所见即所得，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们收到货就是什么样子的，放放心心的这样子的，老桑树上面的老桑黄，阿全宝你看着了，别让他们拍多了，然后我上个洗手间，好好好。老桑树上面的老桑黄，来近距离的给你们看一下，真正的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都知道的，桑黄它有什么用？知道桑黄它有什么用的哥姐叔叔们，可以在公屏上面扣出来。桑黄是一种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东西，泡酒喝，知道不？泡酒喝或者煮水喝，其实妹妹更建议你们去煮水喝，因为桑黄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那种作用，就是保护我们的那个什么，你们知道的。妹妹这边不跟你们讲，你们自己去了解一下，知道不？然后那个东西它又不能喝酒，它是禁酒忌酒的，所以我们就拿来煮鸡，煮鸡知道不？煲鸡汤喝，或者拿来煮水，煮二十分钟左右，一定要把水给它煮成黄色了的，把它的营养价值给它煮出来了，这样子去喝非常非常的好的哈。我拍了半斤，对的，顺天意，是的，是的哈。怎么样保存呢？平常就直接这样子放在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特意的去保存，但是一定要清洗啊，各位叔叔们，为什么呢？你们看，这是森林里面的森林黄金，你看嘛，鹿毛衣哪个搞头的？鹿毛衣哦，还有青苔在这里，知道不？青苔在这里，不要切小块小块的煮，大概这样子的就可以了，知道不？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是杂树桑黄，是桑树桑黄，桑树桑黄。桑盘树，我们这儿的六七十年了，尤其桑盘树百到百年了。现在只有一单了哈，现在只有一单了，拍得到就有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多少出去了，阿全宝？啊。只有一单了吧，来，快点下了，快点下了，快点下了，我数三个数就下了啊，三二一，没有了，不要去拍了，真的，我多了我也补贴不起。你们拍得到的就有，拍不到的就没有了哈，哥姐叔叔们，正宗的三黄这样子的哈。我这还有这块，大壮，我今天带了几样过来，就是全是去年子找的，今年子嘛搞不赢上山，这段时间好保不超的嘛。哦。装起来，待会儿放我车上去。真的，恭喜那些拍到的啊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差点摔倒了。没有了。还有什么？这个。这个粉粉哦，哥哥，你记拿杯拿杯，我要给你引一下火。来，我要给你，我是相信他的，但是我要给我直播间里面的哥姐说。这个你还不清楚啊？这个我们抓的时候，从小都记了我们。那我清楚。那个人跑不了数字了嘛？我清楚吗？他们不晓得的嘛？我也给他们引一下火，你记。我就给你倒杯水。好，倒杯热水来哈。这是什么？又是那个破壁的那个粉，那个、就是、破壁的粉。破壁的粉是吧？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朋友们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叫什么？有没有猜一下？来，给他们猜一下。
猜一下，化肥，这个是化肥吗？菜籽吗？雪燕没拍到，谁不知道这个哥哥他带的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的？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你们不要跟我学红泥巴好不好？知道的人把知道的打出来。阿大，这是什么？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大家都打出来了呀。豹子粉。对呀。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。那你们知不知道豹子粉它有什么用？你们知不知道豹子粉它有什么用？你们知不知道豹子粉、灵芝豹子粉什么样子的灵芝豹子粉才有用？我现在你们就是可以不买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的去买，不需要的不去买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一定要了解，因为哪天你们需要用到呢？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用到，特别是我们30岁以上的哥姐叔叔们就可以去吃了，知道不？哇，这边先给你们验一下货哈，哥姐叔叔们。哇，温开水。对的。马姐嘛，这个温开水才可以，我专门给你煎点温开水。哇塞！哇，开水要烫死，那都是那营养些都烫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这儿捞一杯传下的嘛。哥姐叔叔们，刨灵芝孢子粉必须用温温水。哦，要用温水，不要用开水，用50度的水。怎么吃？直接拿个阿强哥，你那边拿个东西，我来弄一下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是破壁了的，我们怎么去验它是不是破壁了的？破壁了的灵芝孢子粉，你直接这样子，我们首先。我们去验货怎么去验？一摸，二看，看怎么看？你这样子弄一勺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喝的时候这样子一勺就可以了，知道不？给它放到这个水里面去，你们看清楚了哈。它是不会浮在上面的，它是直接沉底的，沉底的孢子粉它才是好的，知道不？看着哈，哥姐叔叔们，来看好了哈。现在阿厨们再给你们验货哈。哇，它沉下去了我们就收，不沉下去就不收。对，浮在上面的话它就是不好的。沉下去了就收，不沉下去就不收。沉下去没有，哥姐是三了，又沉下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破壁了的，它是正宗的灵芝孢子粉，对，而且还要摸，怎么去摸？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样子去摸，没有破壁的灵芝孢子粉，你是这样子捏不到一起的。这破壁了的，它里面是有油性的成分在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捏在一起了的，知道不？哥姐叔叔们，所以你们不管买不买，一定要去认准。而且他喝，他是有一种。如果说阿群莫教我的，如果说你们买到是那种成团的那种啊，那我恭喜你们，你们买到假货了，知道吗？一定这个东西是沉下去的。这个东西是沉下去的，化了的。强哥喝一下，什么味道？哇，什么味道？甘甜的味道。菌香味。一股香味的，菌香味，菌香味，对，菌香味，就像那个鸡松菌一样的那种味道。对，挺好的，对吧？是的，不苦的哈，不苦的哈，哥姐叔叔们，来。想要这个灵芝孢子粉的哥姐叔叔们，公屏上面扣个腰字，我看看有多少人想要的。来，想要的把腰字飘在公屏上，看一下有多少个。真的，说实话，你们能在直播间买到这么正宗的灵芝，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卖灵芝孢子粉，对不对？在卖这个山货的人也不止阿曲墨，也不止阿强，而且我们是在我们这大山里面帮我们邻居一些，最近真的是没有挣钱的，因为阿强个人太好了，帮他们卖的。真的来，此时此刻直播间3000人啊，直播间3000人，想要的把要字扣在公屏上，人数太多了，待会儿怕你们没有抢不到啊。对，你们能在这里买到这么正宗的灵芝孢子粉，真的。在外面啊，我经常在外面北京、广州、上海那边啊，出差的时候过去谈业务，出差的时候那边的这种东西特别的贵，那边的东西很贵，知道吗？对的，哥姐叔叔，把你们手中的奶茶丢掉，以后改喝这个灵芝孢子粉，真的，这是我对他们的忠告。来，要，是不是、啊？来，我的字被这个黑黑的挡住了哈，你这咋买的呢？这个，嗯，这个我都不好意思给你喊价了，才讲。阿强，我都贴了40块钱的，我都听到了，一口价，一口价，帅哥，这个不好意思讲了，我就不因为那个三环确实好得很，晓得吗？我就不跟你说了，就直接180，180一斤，180，180，因为前几天我们在奶奶家收的也是180，是不是？全屏把180打
打在公屏上，是不是、啊、想要的我们把180、嗯、可以可以呀呀，180可以，都是向你相亲的，你是阿群的邻居、啊、我是你是阿群的邻居，我们就不要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对，晓不嘛，那就180是吧，180、180有这个，你3块贴了14，你早晓得吗，那是大家对不对，大家都看到的，那天在阿群莫家那个奶奶家的也是这个包子粉180收的，对不对，我们也不坑人，不也不害人，对，不乱搞价格，是不是，你把180扣在公屏上，对，上次卖多少就是多少，是吧，我们不要把价格搞乱了，是不是，这个我该补贴的我补贴，不该补贴的咱也不能乱补贴，是不是，对，好不好，对，那就这样子，想要的把要字扣在公屏上，只有这么一点点，自己要拼手速拼网速去抢的，好不好，想要的把要字扣在公屏上，我看看有多少人要的，然后呢我呢是收多少卖多少，只有这么一点点啊，说实在的，这么一点点，说实在的，我妈妈买的，我妈妈买的啊，我妈妈也在吃这个，我妈妈买的比这个贵多了，嗯，比这个贵多了，而且他们还没有这么正宗，对，我上次把这里的带回去，我妈妈说这才是正宗的，所以说来这个金属你称过没有，小哥哥啊，金属称过没有，这个有5斤半，5斤半是不是、哦、要不要再称一下阿群吗，他很诚实的是不是，我们我跟老娘从小阿群莫信任你，我不能整哪里称的，阿群莫信任的人我就信任啊，那就我数5个数，半斤半斤的给大家上好不好，半斤是180一斤收的，半斤是90也加快递费运费99给大家上，我数5个数，自己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好不好，来5 4 3 2 1，自己去抢啊，自己去抢，自己去抢，来各位叔叔阿姨们，灵芝豹子粉99半斤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哈，所见即所得，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您收到话就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们自己拼手速拼网速去拍，带得到就有，带不到就没有，正宗的真真正正的灵芝豹子粉，它不苦的，它是你们拿去喝，如果它是苦的建议你们丢掉，知道不啊，那就不是灵芝豹子粉了，知道不，那就是灵芝了，我跟你们讲，该就是在来，我这样给你们说吧，真的，我妈妈阿强，我的妈妈她自己也在吃这个啊，她买的是400块钱一盒，是一条一条的，400块钱一盒，然后拿回来只有12条，像咖啡一样的，而且还不好，而且不好，我把阿群莫家的那天在奶奶家收的，我拿回去，我妈说，哇，那喝起来的口感完全是2种口感。对不对，拍了打回来打拍了，自己拼手速拼网速去抢，不要先不要扣字，先去抢，抢完回来再听阿群莫教大家怎么吃，你们相信阿强，相信阿群莫，直接去拍就可以了，来拍了的回来打字一拍，你们然后你们截个图哈，所见即所得，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收到号就是什么样子的，都是纯真纯正真真正正的灵芝豹子粉，知道不哈，你们呢哎30、40、50、60、70岁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真的妹妹这边推荐你们可以买一点回去吃，但是千万不要用开水去泡，用温水50度的温水去泡就可以了，我们一次泡个3颗左右，一个小小的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知道不哈，然后呢我们呢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是不苦的，你们放心的去拍哈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对，这是灵芝豹子粉，不是灵芝粉，灵芝粉它是苦的，姐妹们哈，相信阿群莫的去拍，而且这是破壁了的哈，破壁了的，没有破壁的话它的里面的那些价值没有给它蒸发没有给它激发出来，说实在的啊，我这个人阿强你们也了解，我阿强认识我阿强也那么久了，阿群莫也那么久了，我妈妈真的，那天我拿回去，我妈妈吃，我妈妈喝了，她跟她那个400块钱的比起来，真的，我妈妈说这个口感，这个口感很好的，比那个400块钱的还好。你们相信我的，就直接去拍就对了。我数5个数，我就下了啊，5个数就没了。能喝吗？来，能天，5、4、3，能天天喝的，能天天喝的哈。对，你们平时喜欢喝咖啡的呀，喜欢喝奶茶的呀，哎，喜欢小酌一杯的呀，加班应酬的呀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的，各位叔叔们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你们信任阿群莫，支持阿群莫，相信阿群莫的去拍，阿群莫也不会让你们失望哈，你们。一路都在支持，都在鼓励着我们，知道不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？好喝以后再拍，是不是啊？之前拍了，今天又来回购了。好的哈，好的哈，谢谢所有直播间各位，一次放3颗就可以了哈，来一次放3颗就可以了。3、2、1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要去拍了，没有了。空腹喝，早上空腹喝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。没有了。能喝，爱美姐姐能喝能喝。有腊肉吗？没有腊肉，阿群们腊肉都被我吃完了。
没有腊肉，我没有在网上卖过腊肉哈，哥姐叔叔们，没有。看了一下午，买了一下午，真的太感谢了，真的，因为阿群茂家乡的山货，家乡的好货太多了，真的特别的多。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哥姐叔叔们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都是真正的好的东西。你给试试，一次是多少？就一个这样子的手指头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的。对，这么大一块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的，因为这个水刚刚有点冷了，所以可以喝，这个青青可以喝哈，小孩子不介意去吃。没有了的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介意去吃。那些恭喜你们拍到的人啊，拍到的人真的挺好的，这个确实挺好的。你拍家，好的好的好的。这个不开玩笑，真的，我妈妈买的400块钱12条，就做好的，就像那个咖啡一样的，一次冲一条的，然后400块钱包装好的。但是我把这个拿回去给他喝了的时候，他400块钱那个他不喝了，他说这个好。因为山里面的东西嘛，它虽然包装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它的品质是绝对放心的，是纯真纯正的，纯天然的，知道吧？是的。能喝，日出东方能喝，小药咋办？小药没拍不到了，是不是？上海很贵的，上海的包子一个都要20块钱，我们这里的包子一个才1块钱，你们对比一下，都是20倍了，这多少倍啊？19倍。啊，小白云姐姐，真的，她说相信你们，所以看了一下午，拍了一下午，真的，你也不要拍那么多啊，大家适量的拍一点，对吧？适量的拍一点。现在没有蜂蜜哈。也不要看到便宜。和货好，你们就拍那么多，有的时候拿回去也不好存放，是不是？这个是阿强对你们说的，你们也不要为了说支持阿强、支持阿群茂这样子去买很多东西回去，没有必要的。用得上的就去拍，用不上的就别拍，对吧？用得上你才去拍，是吧？相信阿群茂的，我们觉得也很感谢你们，你们用得上就去拍，用不上就。别为了支持就去拍，你们在直播间看一下我们都很满足了。对，我们在四川哈，你上次拍的在安徽的那个，他就是别人在冒充我们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认准了。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面，阿强农村喜这个账号里面在直播。对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微信直播，我们在微信直播，在微信平台在直播，我们，对吧？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没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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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哥哥。小兄弟，你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才是好东西哦。豆子啊。哦。啊不。豌豆。豌豆。啥子豌豆？这个是贝母，川贝母。来，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我不认识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认不到的人都以为是豌豆。来，这是什么呀？给你看，你给他们看一下。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朋友们，这是什么呀？有没有认识的？我真的没见过这个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有没有认识的？有认识的打出来。有没有认识的？川贝，不认识。这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没见过。川贝母。你们外头的人肯定认不到。这到底是什么呀？黄豆。我的天，那么多人。鹰嘴什么鹰嘴豆什么东西哦？鹰嘴豆是什么东西哦？这个，阿兄们，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哥，结束下面他们都认识呀，他们都打出来了呀。这是煲汤喝的吗？这个它可以煲汤，但是它直接这样子搅一下，温水冲服，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吃法。你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什么呀？对的，蓝玉姐姐，是的，来直播间的哥结束刷一门。川贝母是吧？哦，川贝母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款叫做川贝枇杷膏。蜜炼川贝枇杷膏。蜜炼，还是蜜炼的呀。来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，贝母，对，川贝母，它不是平贝，不是浙贝，不是青贝，它是藏贝，它是川贝母。贝母它分很多种，哥姐叔叔们来，你们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哈。知道川贝母它有什么用的，可以在公屏上面扣一下。川贝母它很简单，一颗一颗买的吗？我看他们说一颗一颗买的，那不可能。哦，那该个药房头都是一颗一颗的买的，一颗一颗的买的。哦，那药房头卖3块、4块、5块的都有。你这个像。怎么那么贵哦？3块、4块的。这个本身都贵得很，这个是。是不是有那么贵啊，朋友们？安科卖的怎么不白呢？哇，白的白的啥子白？你们就千万不要去吃它了，我跟你们讲，白的川贝母，白的贝母，你们千万不要去吃它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他别人给你们加工。20块钱一颗。熏啥的。一颗20多，20块一颗。
哇，这东西还这么贵。嗯。我天哪。这个不好找的嘛。好东西。肯定要给他查收嘞。好。对的。好东西就给他们分享一下。你好东西就给他们分享一下。对的对的对的，1000多一斤是不是？那肯定是你们外面大城市了是不是？外面大城市1800、1900、2000的他都有，我们这边我们一两一两的。这么好的东西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么好的东西。我们这边我们一两一两的来，但是还是1000多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但是没有多很多。郑州好东西给他们分享一下吧。成都我老表带出去，他们喊他卖过。来这个东西。200多。对的，崔秀清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2块1颗，两块一颗，论颗卖的。来这样子吧，很多人哥姐叔叔们都打出来了，有什么用他们都打出来了。这样子我问你们，有没有想要这种正宗的川贝母的，正宗的川贝母，不是平贝，不是藏贝哈，这种正宗的川贝母，想要的要字扣在公屏上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来把要字扣在公屏上，真的把要字飘起来，朋友们把要字飘起来。这个贝母不好的话你们来打群哦。有人居然有人说这个贝母不好，居然有人说这贝母是黄的，黄的贝母它才是正宗的贝母，白的贝母它就不正宗了。而且这种贝母它是一片叶子，一颗贝母这么好的东西挖出来的，知道吗？这么好的东西来把样子飘起来，可以用连枝，连枝可以用。姐姐们答应我，如果你关注了阿朱猫很久，你支持了阿朱猫很久，一定一定要带回去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真的老人吃呀，小孩吃呀，对不对？孕妇姐姐都可以吃啊。孕妇姐姐平时你们那些的，是不是啊？哥姐叔叔们答应阿朱猫一定要带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稀缺、太稀缺、太难得了，知道吧？我和阿朱猫从小干嘛了，都是大人都拿这块给我们吃的。对嘞，对嘞，对嘞。我们这儿的小娃儿些都是吃这块。要是不是啊？那阿朱猫给你们问一下哈、啊，你是咋买的嘛？你是我这个贵哦，150一两。150一两。哦。那天买了还没到，我那天收了一次，我那天收了一次，多少钱收的？哥结束刷一门。我那天收了一次，多少钱收的？举报你们还记不记得？有直接一口价位，哥哥你我俩又不是认不到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邻居，乡里乡亲的。你收好多嘛？哟喂，你把我整的不好意思了，现在该上房都。啊、哦，人家。让你们让这个人家的外地的这个阿强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贴了40块钱。不是、啊、我们在当地了，我们是不是要拿出我们的热情去对待外面的？不是对付啊，说错了，不是对付、啊，是拿出我们的热情去对待你们外地来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在直播间的朋友，还是到现实当中来的朋友，拿出我们的热情，拿出我们的诚心，可以吃了，亲亲，130一两。130一两。嗯。哎呀，好嘛好嘛。好嘛，好多斤，好多斤。这有10斤半。10斤半。哦。来，这样子，直播间的哥结束刷一门，130一两。不贵，我只能这么跟你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之前我没找到多少，我只找了几颗，拿到街上去卖5块钱一颗，一两，它大概有150颗到200颗左右。你们这样子去算，你们这样子去算，它就是一两就是多少的价值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是一两一两的卖的，所以的话呢就便宜的，是知道不？就跟批发价格是一样了的哈。来，130一两收的，这样子。直播间的哥姐叔叔们有没有想要的？要想要的，要字开在公屏上。要的要字扣在公屏上，我这边直接按那天的价格，就是130一两收的，加包装费、快递费、平台费，直接138一两包邮到家给你们。但是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有多少人打压字我统计一下，我有多少人打压字给你们上多少单，知道不？哥姐叔叔阿姨们啊，其实啊，快递费大概是7块钱，快递费、包装费大概是7块钱啊，全部挣了你们1块钱啊，因为啊，全部要养孩子嘛，要照顾啊父亲嘛，你们也知道的哈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来，这么多人打压字是不是啊？你们直接去带我这边呢，你们拼手速拼网速，数3个数直接上车，然后再教你们怎么吃啊。来，139，139，包装费、快递费、平台费啊，全部挣1块钱，因为那个包装费、快递费、平台费这个的话呢，它是要包装好的，知道吧？139，对，直接139一两包邮到家给你们啊。来，数3个数直接上车，3、2、1，上车，可以啦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已经给你们上车了，川贝母139一两，川贝母不是皮贝啊，哥姐叔叔们，你们平时哎喜欢就是
那个就是一直叼着那个东西的，嘴巴上面时不时的要叼着的，要冒烟吃冒烟的那个东西的，各位解说兄弟们是一定要去吃的，知道不？已经给你们上车了，怎么吃？来，你们截图，先截图，所见即所得，您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您收到话就是什么样子的，各位解说兄弟们哈。那个叔叔那天给我讲的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白白的他说是硫磺熏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就要黄色的才好的。我终于学到了，你真的，你也教了我很多东西。没有，我已经学到了怎么认识这个山货了。没有哈，你们自己去带的话，全部教你们怎么吃啊，各位解说兄弟们，可以直接这样子，直接这样子嚼，好吃，知道不？我吃尝一个，苦的。哇，苦的苦的川贝母才是正宗的川贝母，知道吧？对，一次吃3到5颗、这个、然后这样子温水冲服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凉什么苦口？对，凉什么苦口，可以解释出来没？真的还怎么吃？拿那个雪梨，把雪梨就是把它削皮了过后挖一个洞洞过后，直接给它放3-4颗进去，搅碎嘛，搅碎了，剁碎了。这个太苦了，我都可以吃，因为我们都平常我们就是有个什么小干小麦的，我们都经常吃，就习惯了，凉苦口的那个。对，可惜了，阿强哥给我吐了，可惜了。那好苦啊，这个我不吐我干嘛？退退。我们可以拿来就是蒸雪梨吃，还有啊，全部这边就是推荐你们一种吃法，这两天就是枇杷的季节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会去药店里面去买什么川贝枇杷膏，对不对？这样那样子的，我教你们去做，怎么去做。你们确实是苦的，那个男儿都知道，苦才是正宗货。对，很棒，确实很苦。我教你们一种哈，你们自己去做，拿那个枇杷的叶子，知道不？给它煮，给它一直枇杷的叶子洗干净过后，一直煮，给它煮出来，把它那个颜色煮出来了过后，枇杷的叶子。